这女人超级喜欢绿色，从下到上穿的都是绿色，走在大街上非常明显，所有路人都盯着她看。节目组来到她家，发现不光电视柜空调贴着红色壁纸，就连卧室也全都是红色。打开衣柜，从夏天穿的半袖到冬天的棉袄无一例外，工作人员都看懵了。我敢说能打出这个字的评论区不超过十个人。突然他发现棚顶竟然是白色的，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夫妻俩睡觉的时候都喜欢平躺，而将棚顶改为红色将会太过压抑。那么女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红色的呢？原来8年前女人借给朋友一笔巨额现金，而过了约定日期也没有将这笔钱要回来。她游荡在大街上，服装店里的红色衣服让她眼前一亮，她感觉全身的细胞都被唤醒。从那之后女人便喜欢上了红色。节目组带着她找到色彩心理学的专家，并在专家的引导下画出了内心真实的想法。原来女人这么多年一直跟朋友保持联系，并希望她把钱还给自己，但看到朋友的生活也十分拮据，女人再次心软，又将自己每个月的工资打给她一部分，希望女人今后不要再这么傻了。我是小五，每天3个奇闻一事等你来看。